狗狗不能吃的六种水果。一、葡萄，葡萄容易导致狗狗中毒，出现急性肾衰竭。二、牛油果，牛油果会导致狗狗中毒，引发呼吸困难、心脏积水等症状。三、樱桃，樱桃中含有的12水和樱桃酸会导致狗狗的肠道损伤，引发呕吐或腹泻。四、杏子，杏子中的磷含量高且不易消化，可能会诱发狗狗肾结石。五、菠萝，菠萝中富含酵素多，会增大狗狗肠胃黏膜的通透性，易诱发过敏。六、杨桃，杨桃的果肉中钾钠含量高，易加重狗狗肾脏负担。